有多少感慨在心里，有多少心酸无处尽，观看那众生颠沛里，昼夜里千缠苦心，从不知找回了自己，从不知有缘来化雨，到如今末法时期达到不及，这时候回天好假期，可是得者多修者惜，有多少机遇一滴滴，有多少徒儿听进去，观看那电视燃美机，就害怕徒儿遭劫刑，从不听机会给了徒，从不听关注一次次，到如今命里继续只因继续，这时可当发散菩提，做个积功德好多。